OK，来，首先呢，我们画它的三角形。哎，三角形，娃娃啊，三角形，向老师看啊。哎，画三角形，不啥细节啊。OK，这样子的。哎，你可以画大一点，也可以画小一点，可以画大，也是可以画小，看到吗？三角形，jangan terlalu tajam 啊，因为我们要画大一点，supaya lebih senang kita warna。OK，不要画太瘦的，OK，给它肥一点，gemuk sedikit。好了。double lulus 啊，不用直直的，可是它边角是几分薄嘞？哎，好了，画三角形，大个一点啊，看老师画，直的，大个的，好了，好了没有？哎，不要画太深，哎，double，爸爸。来，接下去，atasnya，double sambung 啊，不用 sambung，画一条线去，不用 sambung，double sambung，因为我们要画，哎，那个冰淇淋留下来，自己画啊，冰淇淋留下来。哎，把冰淇淋留下来。好了，嘿。怎么样？阿爸，看到吗？看到。哎，冰淇淋留下来啊！哎，今天我们画 ice cream 啊，好了，sudah。OK，来，我们要在上面画冰淇淋。来，老师看哪一个冰淇淋最美的？我们就画那个冰淇淋。Okay, biasanya di atas ada tiga ke bulatan. Okay, 三个圆圈，三个 ice cream 来的半圆圈，三个 tiga，喜欢 quad quad 啊，因为我们还要画东西在里面的 double quad quad，小力一点，画三个 satu dua tiga，OK，ice cream。
好的。嗯，对，哎，哎，还有这边还有饼干没有画，它的饼干，OK，饼干，阿酱巴珠，饼干啊，在这边，OK，它的 biscuit 来的。等下我们要画贝塔贝塔在这边的。好了。OK，饼干，两条线，读啊。OK，好的。好，好。给我们吃 ice cream 啊。OK，那接下去在 ice cream 上面画这个东西，每一个都要画。嗯接下去，OK 吗？小灯，可以呀。OK，画饼干，撒豆巴糖。读啊，把糖自己画。OK，读啊，把糖 biscuit 在这边。好了。OK，在这个 ice cream 这边上面，差一点点，画一个 cherry 上去，cherry 小圆圈。OK，cherry，好了
好了，来接下去，还没有用个灯把先啊，等一下啊 ，OK， 灯把是给，这是什么呢？灯把是给 ，lollipop，OK，、okay. 对 ，lollipop 讲话啊，从这边转圆圈，转圆圈，转圆圈。转到去中间 ，OK， the lollipop 呀，给是的，哎，不要画太长啊，不要画太长，因为它是糖果，很重的，给上啊，不然不要怎样的拉路，反讲，还是点变的。可以画大个的 lollipop， 画圆圈，大家好了，好，呀，不得，哎，我们的 ice cream 很好吃的，是的。OK，OK，okay, okay. 好了，OK，来接下去，给它 tambah sedikit macam fresh air，给 tambah。一个这个 ice cream 啊，自己画。OK， 一个这个 ice cream 自己画。OK。好像 fresh air 这样啊，好像有水。好了 ，OK， 不累不累，好，可以开始。OK， 来，담바시기아예 ，OK， 디디아예 Okay, 上面也是加一点点流水，这个这个两点 两点，多滴滴，多滴滴的是你，多滴滴的是你，阿姨啦，水啊 ，OK， 好了。小灯很累啊，你啊，是吧？呀，我嘞，我们要开始准备涂颜色啊，准备你的颜色 ，crayon 在哪里？给、okay, 我们等一下，小灯画先，画好了跟老师讲啊。哎，画好没有？有小灯不要迟点进来。好，画好了吗？好 ，OK， 来，我们涂颜色啊，准备涂那个饼干先，饼干，可以拿那个，chocolate 那种布丁泥啊，拿。OK， 准备好了。OK， 来，我们涂，边涂，涂完它，但是轻轻的涂啊，不拉罕不拉罕，打不露管，慢慢的涂，全部啊，全部 biscuit 涂完它。
Okay, 轻轻的, 我不要大大力, 啊, 不要大大力, 是不是, 难地吗, 담바, 完那, 来给, okay, 轻轻的涂, 给它有颜色罢了, 可是给它的完那, 就够, okay, 等下我们要담바的, 全部涂完它, 다블루잔데, 한약가시완나자자, 不要大大力啊, 오케이, 가시디아라완나자자, 오케이, 하나. 응. 오케이. 再拿一个比较 hitam 一点的，比刚才 hitam 一点点的，哎，涂它的边，边呀，淡白色的边呀。给涂它的边啊，是给大家，还有它的那个 garisan，对 garisan 吗？我完了啊。OK，哎，我知道。OK，打马是给它的边啊。等下我们用纸刷一刷它，因为我们在里面要画东西。用纸刷一刷它，好了。这个迷你的粉刷，我们可以用纸啊，用纸刷它。Okay, 那两个咖喱扇不用刷，只是刷旁边的，刷旁边，还有中间。哎，等一下我们要画东西进去。哎，中间也是刷啊。Tepi dulu kasih kosong, baru di tengah-tengah。好了。是的，不用这样大个小灯。大哥，你的纸，嗯，我扫它啊。是的，哎，我们 ready 画个资料啊，不得打。涂绵绵，你们的 ice cream 等下要很好吃的啊！是的，我们画边打了。哎，来，别打是这样画啊，看我啊，看我啊，我是大姑娘爹都让杀了，看我啊，这样子啊，你先画了它先。
Okay, 看啊，等等啊。 用 chocolate 来画，用 chocolate 啊，好了。好嘞，可以吗？哎，老师再画一次给你看啊。这样子的，给你的 chocolate 是这样画啊。卡拉打扮嘞，姑奶奶。很棒。OK，打扮嘞，姑奶奶。画两条线去，几条线去。OK。你不等吧，等吧，不然别打了咯，等吧，我来三步，小灯可以吗？可以，OK，来接下去拿 cotton pad，我的 cotton pad，来拿你的 cotton pad 来。你 good 那个 chocolate 啦，good 那个 chocolate，扫它，这样子啦，撸刮，我扫一给，给罢了啊。OK，看到啊。我少一点就好了，不要太多。好，接下去，OK，可以。来，接下去我们画留下来的这种留下来的，我们画。
黄，哎，不要黄色。我们画，pink 色。Okay, pink 啊 ，pink color 啊 ，strawberry ice cream。哎，去拿 pink color 出来 ，pink color 出来，两个 pink， 好像两个 pink， 一个 gelap sikit， 一个 terang sikit， 两个 pink 啊 ，OK， 好 ，OK， 不多，我们先涂上面 pink 的 rang， OK， 上面 pink 的 rang。Tepinya semua kasih pink gelap. Dark pink. Okay. 下面留下去的是 dark pink. Okay. 然后下面留下来的放深色的 pink. 洗掉个 jambu. Nampak delicious.Okay. Okay, 下面流长长下去的是 pink 啊， atasnya ialah light pink.Okay, sudah. Nak?那刚才的 chocolate 出来 ，dark chocolate， 那最深的 chocolate 出来 ，paling gelap chocolate， 我们画它的 chips 在里面 ，OK， 画 garisan 啊 ，chips 来的，它的 chips 来的 ，OK， chocolate chips。Sambung. Sambung, 我们画这一个 ice cream 啊 ，OK， 上面是 purple， 拿出来，上面是 purple， 上面有那个有淋到那个什么的，在这边当 purple， 涂 purple 去。Tengah-tengah nanti gosok ke dalam. Okay. Bangpian lah. Tengah-tengah nanti gosok ke dalam. Okay, tu sen-sen bangpian. Kasih kuat di tepi. Baru boleh gosok. Okay. Sekejap, kita akan gosok.我说他去中间，给等了你。
same. And now, okay, 可以用那个口罩，可以用纸啊，来，好了。 接下去 两个 green, dark green, 还有 light green, 两个青色啊, dark green, light green. 来，接下去 接下去在它的下面画青色 double quad 啊, ini double quad 等下我们画 garisan 在里面 OK, ini jangan terlalu jangan kuat 等下我们要画 garisan 在里面 jadi kita mesti kasih gosok dulu nanti OK, 要gosok它的 jangan jaga 小心一点啊，不要跟那个紫色夹在一起。小心啊，最后才去涂那个。哎，jangan nanti bercampur dengan purple。哎，这样子你可以，你可以gosok一下它，因为我们要画garisan在里面，可以gosok sedikit supaya dia rata。 Nanti kita mau buat garisan di dalam. Supaya dia rata sikit. Oke, alah. Okay, garisan 怎样画？用 dark green. Garisan lukis. 这样子。Okay. 这样很像 watermelon 这样。 好，我们 colorful 啊，我们的 ice cream colorful，是的。 好，接下去我们要黄色，无宁，画第二个 ice cream 啊，无宁，拿出无宁来，黄色，黄色，OK，黄色是画这边的，在那个 cherry 的下面。 Cherry 的下面，在 Cherry 的下面画黄色，嗯。
OK，cherry 红色，那红色出来 ，cherry 红色，不用整个画红色，我们只是画它的 garisan， 还有旁边的 bastu guna cotton bud， tarik masuk， 这样子就好了。OK， 不要全部都涂啊，因为红色很深，然后我们 tarik masuk 就够。Okay, kasih dia tarik masuk. Warna. Okay, 这样子就好了。Okay, �udah. Blue， 蓝色，蓝色，涂这里。蓝色涂这边，讲完sampai tepi dulu。哎，不用到tepi啊，等下我们也要加一点颜色，蓝色，打不入sampai tepi，等下要gosok一下。Okay, tepinya guna warna biru gelap sikit lagi. Biar senda, lansa. Ada di sini, biar senda ni. Biar dia ada perbezaannya. Okay, biar senda. Okay, ada di tepi juga.等下我们用纸勾索一下 supaya rata warnanya。勾索一下。用纸用 cotton pad 都可以啊，你喜欢用哪一个都可以。哎，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大，所以我是用纸比较快。Okay, tempatnya lebih besar, jadi guna kertas lebih cepat sikit. Okay, 好了。呢？给，这个用 pink dark pink dark pink， 用 dark pink 啊 ，colorful dark pink 画一条线过去，那是小杜咖喱山 ，sini sini， OK。你画过去，你一读，嗯，好 ，colorful 我们的。A very colorful ice cream. 来，接下去，还有到上面这边，上面。OK， 要蓝色。哎，不要蓝色，不要蓝色，我们换另外一个啊，我们要用，比较 bright 的 color， 比较 bright 的。红色 ，dark pink，dark pink， 涂到这上面，全部要 dark pink 啊，
全部涂完它，全部涂完它。Tengah-tengah tak perlu, nanti kita boleh gosok. Okay. Okay, 跟那个 purple 这样子啊，我们等下可以 gosok 它。Okay. 好，来，在那个冰淇淋那边画几个圆圈，小圆圈，给它的 flavor 来的，给画几个小圆圈，这小圆圈是，不知道，布拉格子，点点。几个就好了，OK。来，现在要拿出 orange，看到没有？给两种 orange 啊，这样子的，dark orange，light orange，拿出来两种。嗯，对了。啊，OK，对对对，来，接下去我们开始。哎，涂浅的 orange，浅的，滴，江岸滴的笔滴灯啊，浅的 orange 在灯啊，浅的 orange 在灯啊，哎，江岸深度 garisan 啊，哎，它都是在灯啊，OK，要 line 什么新版 dark orange。在旁边，嗯，那圆圈那边是给它搞松啊，搞松，搞松的布拉丹。你别的不敌，OK，这样子可以拿 cotton pad，还是我手撕机。Masih dia warna lebih rata, cantik. Okay. OK，我们涂这个蓝色，在它旁边，它的水呀、啊，滴滴哎呀呀，哎，滴的比萨加，那滴多拉玛苏个等啊等啊，哎，的比萨加，哎，再把它拉进去，哎，那新的 cotton pad。
Okay, 把它拉进去中间, 拉去白色那边。 Donut马术那里。 Okay, tepi啊, gelap di tepi, 小心的图。 这个是purple啊，因为那个 ice cream 融化了，OK，打 purple 出来 dark purple， 然后也是一样把它 dark 去中间。 Tarik bukit tengahnya. Okay. Oh. Okay,接下去饼干 dark chocolate 还有 chocolate biasa very dark chocolate and chocolate biasa. You know? Right? 只是涂这个 chocolate， 等下要割索的，只是涂中间罢了。等下等下时间，等下我要割索。哎，中间罢了，等下等下都了，等下等下，然后我割索。Super rata di 等下等下，因为我要画 garisan。 Garisannya guna dark chocolate. Garis saja. Siap pingkan. Okay, 自己 garis. Garis bengkok ah. 不要直直的, 这样 lulus. Garis bengkok. 好。 Okay, the next. Lollipop. Next, lollipop. Yeah. Okay, lollipop the batang. 什么颜色? Batang lollipop. 我们用白色。 但是有 garisan 在里面。OK， 不要涂那个先，我们涂 lollipop 先。 Lollipop guna pink dan merah，pink 和 merah，拿出 pink 和 merah 来。 Lollipop pink merah。 OK 啊 ，OK merah ikut garisan garis。 Pusing, pusing. Okay, ayat ada pen, pusing.
Okay, yang lain guna ping tambah 就可以了, cukup. Garisan guna dark red, 深红色. Nah, yang lain guna pink. Okay. Okay, kunci 用红色 kasih buat garisan di dalam. Okay. Hitam semua garisan. 好，你就看到很美了。 来，把它填黑， semua garisan. Okay. Masih gelap lah. Gelap garisannya. No. Amin ya sa, bawa juga. Okay, now let's see good luck. Okay, hello. Hello. It's been. Hello. 我们等其他人涂完先啊。 还有东西要涂。 OK，好了。 好。 还没有涂完啊？还有啊。
Okay, 来，我们涂很多 balloon， 五颜六色的 balloon， 这句话这样子就好了。看老师啊，一个圆圈 nanti kosong itu saja， 一个圆圈 nanti kosong 什么？全部圆圈，画多多，大大小小的圆圈，不沙不沙的啊，咯叽咯叽的啊，画大大小小的圆圈，给自己画大大小小的圆圈，有大的，有小的，OK，给自己画不同颜色的，lain lain warna，OK。自己画啊，不同的圆圈，不同的颜色，自己画啊，画大个的也可以，画小个的也可以，拼的啊。来自己画一下，多多的啊。来自己画。小波的啦，拼的啊，五颜六色啊，画起来。对，有 orange 的啦，colorful 啊。蓝色的啦，青色的啦。拿 cotton pad 刷一下，想帮你自己拉下就够吧。OK，好了，给老师的就够，交你。可以吗？还有外面的 B 的 lower 要涂颜色，涂什么颜色？怎么样？没有？
对，旁边我们涂。Okay, 旁边我们涂 light blue 在那个线的旁边 light blue， 那线的旁边是 light blue 啊，其他的是 dark blue。哎，你现在你随便涂，等下我们可以告诉。线的旁边是 light blue， tapi kertas ini 是 dark blue。哎，现在随便涂，不用涂的太好，等下可以告诉我。没有，没有啦，应该是 dark blue。其他的用 dark blue 啊，等下我们可以勾手全部先涂旁边的的边缘了的三十几，好了，有没有涂？不用涂美美的，等下我们搞扫它、啊。Okay, 因为不用涂大大力的。只是旁边要涂，旁边啊的边缘，边缘要涂。好啊，好了没有？变美哈，我比较讲的。那个大是比较难，如果用 cotton pad 太小个了 ，OK， 用白纸比较容易一点，用纸比较容易 ，OK。把颜色涂均匀它，把细节搞掉。好的，你们那不记得搞洗头吗？
有两个颜色加在一起。 Tambah garisan. Okay, okay. 好了，你们的画画好了没有？可以收拾一下。 你们画啊，等啊，好了，要拍照给老师看。 拍照给老师看啊，呀，yeah，小邓的也是啊，拍照给老师看啊。